都是因为仙女庙的那场大雨，让我上错了花轿。看什么看？我得尽快见到袁将军，把错抬花轿的事情告诉他。你就别见他了吧，他在扬州娶了个媳妇，但是那个女人好像耐不住寂寞，就已经从将军府逃跑了。这自古女子出嫁从夫，不应该是温婉顺从才是。哎，等等，凭什么不能自己做主？明明是我们女儿家自己嫁人。小姐，你可得挺住啊！这鲤鱼打挺我挺得住，这咬文嚼字。哎，我尽力吧。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面。嘘，小声点，我的姑娘。